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li， 破3000订阅啦，好开心！就是因为3000订阅，当然是要做一些挑战啊，我就准备了。3000订阅，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就是因为这3000订阅，我就要挑战吃整粒这样大粒的蛋糕。你们觉得我会成功吗？我先拿一个盘子，拿个茶，玻璃杯，先喝一口。好吧，现在开始吧。这是鲜奶油蛋糕哦，它是巧克力的口味，它里面是放巧克力，好吃。这个巧克力蛋糕蛮甜的，因为呢，它的里面的那个 layer， 它的层次哦，里面也是巧克力来的，所以它会比较甜的。哎，看到吗？它放那个巧克力酱上去，涂在那个蛋糕里面。好幸福啊！其实巧克力蛋糕真的会很腻，因为有一些是巧克力呢，它里面是没有放那个巧克力酱的，这个是有放巧克力酱的，是吃的。我已经很腻了，然后有点胀，但是我会再坚持的，继续。我已经吃剩姜了哦，哇，我连一半还没有吃到哎，好吧，我尽量吃到一半吧。哦，还有这样大块耶。这个蛋糕我已经吃了一半了，就我的儿子 Ron 一直在那边讲话，没有人跟他玩。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订阅我，然后收看我的频道，我真的是很谢谢你们。虽然这挑战失败，但是我一样的这么开心，也希望你们继续收看我的影片，我会努力的做好我每一个影片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，请订阅吧，然后按下下面的小铃铛，然后我有什么影片，然后你们第一时间就会知道哦。好啦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